送我又老板了。那个米汤有吗？有。今天中午在打电话给他的，没有啊？送哦，这两个大 boy。那个今天鬼灭之刃是什么柱？什么柱？你是射柱。对，过，还过，还过。到兵马红牛一站，这样叫咩？那个大师吧。哇哦！哇哦！快点点，知道了。呜！一号马钢。嗯。车来了，车来了，车来了。好。好走。碰到要拜拜。拜拜。白痴啊我！手残加手残就是这种锣鼓方式啊！没背啊！红花杜宾。嘿，冲！太像了！哇，真糟，真糟！好，对。
恭喜啊！我们很快救你哦。
Thank you.
他也是临时的，就是今天这让他先发嘛，因为就是先发投手都已经往一军那边去支援了，那今天也是临时叫他先发这样子。那他表现的算是很完美，包括 7K， 当然第四局第一个保送是比较可惜啊，因为今天的状况确实是很好，那如果那个小缺失能够改进，我相信后面越来越不错，因为这两场他投的确实是都有在状况内的，那看起来先发好像会比中继又好一点。最近我们这些中继投手在先发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当然有老经验的捕手，那对方当然是比较年轻的球队嘛。那老经验配上今天刚刚看好像都是第一指名都在投，那确实老将引导的是不错，我倒觉得今天年轻的球员表现的是比较好一点哦。那一开始也都是，年轻球员有上垒这样子，那后面也都表现的不错。那整体上今天打击也不错了。那昨天我们跟，U23这些全部都是年轻的，那表现也不错，一直都有在进步啦。那还是期许他们越来越好这样子。